当您想要 share 美美的活动记录在 social media 上，但却每次都拍不出最干净的画面，总是太亮、太黑、反光。现在我有一个小撇步给您，同时按下两颗按键，不需要任何设定。现在您拥有了简单且迷人的截图画面了。等等，所以要到哪里去看到这些截图呢？首先将手表连接上您的电脑，在这里选择 Garmin 资料夹，再找到 Screenshot 的资料夹，你的截图会按照日期和时间出现在这里哦。如需更多帮助，请参阅 support.garmin.com。